这个地方是我最不喜欢来的。本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到了这里就变得很复杂。好好的一个人也会变成疯子。别啰嗦了好吗？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一样。当婊子立牌坊有意思吗？怎么说那么准呢？ 我觉得你挺可悲的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应该要什么。你只知道一点，你不是自己的主人，你是个傀儡。你不表现出自己是一条有使用价值的好狗来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也知道，根本没人把你当人。你也不奢望他们把你当人。 你只能在这十几个人面前装装样子，摆摆威风，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表演的舞台。说完了，你在激怒我，以求一死是吗？我在怜悯你。怎么说？你说你现在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吗？ 你真的是该死了！你不敢杀我，你杀了我，没办法跟他们交代。<笑>我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<笑>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现在看着你稀里糊涂、浑浑噩噩，我已经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了。 李秉钧原本想将刺杀调查组的罪责推到小柳身上，但显然他失败了。组长，他临死前有什么口供吗？有，但是等于没有。什么意思？ 他把所有事都推你身上了，说您是和他的唯一联系人。别动队的人审问过他吗？是他们组长亲自审问的。混蛋！临死前还要给我一个报复。 为什么打死他？人是我杀的。队长刚刚绞了我的筋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委屈你了，兄弟。明白。慢着，我亲自审问他。队长，他只是一时冲动而已。这次行动中，主犯逃脱，与你同车的。 薛军三人，比起遇难，关键人犯现在也被打死了。这些一连串的巧合有点匪夷所思，你要是不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，我回去都会被审查。其实没什么离奇的，只要找到主犯，一切都可以解释。主犯在哪里？我知道在哪里。 是季夜吗？是我，田守成。伯父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倒是没什么呀，但是你给你父亲带去的伤害和痛苦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你父亲这个人毕生致力于实业救国，辛辛苦苦地操劳了一生，而且还为你单身了半辈子。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将毁在你的手上，毁在他最心爱的女儿手里。你就没有从心里有一丝的愧疚吗？我当然有，而且常常有。有的时候。 我会在梦里一次次向他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和宽恕。醒来的时候，也是可以说的。醒来，我就看到这不公平、不公正的社会，我就明白，如果我不改变他，天底下就会有很多的像我父亲一样的人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他们所努力创造出来的一切。我就知道我所做的都是应该的。 而且还很不够。什么？我和你父亲曾经幻想着让你和基业结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亲上加亲。就是权和钱的结合。 你太偏执了。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，如果你和基业结合了，那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密切。但是现在，我不希望你和他在一起了，我不希望他也成为你这样的人。我以前听说过很多关于基业的传闻，所以我从心底里排斥他。 但是现在，我想嫁人就当嫁这样的人。当然，我没这福气。伯父，请您放心，我今天就会离开这里，我不能给您也带来麻烦。 开箱，但不许死人。这早餐可是田伯父亲自端来的。叔叔的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！我得吃点饭，以后能不能这么从容的吃饭，就难说了。你也吃呀。 我看他是做了你的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秀色可餐。中国泼墨山水的画法中，只能说是博大精深呢。5匹马有5匹马不同的神情，5个马夫有5个马夫不同的心情，多么大气！ 如果我们找不到沈曼，我们应该封锁所有的港口、码头、火车站。那些全搞定了，连江边帮派的野码头也都封了。我抗议！我抗议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合法经营的企业家，我和上海市长都是朋友。你们这么野蛮的闯进来，有搜查许可证吗？有啊。 你没看他们手上个个都拿着呢吗？我要向法院起诉你们的滥权行为，不是合法商人。队长，什么叫合法商人？政府有东西给你吃，你就有的吃；政府没东西给你吃，你屎都没得吃。别不识好歹，你女儿沈曼，她触犯了危害民国。 紧急治罪法，我奉命前来抓捕，希望你能配合。你若不配合，与他同罪。
你最好不要多讲话。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你没事，她有事；她没事，你有事。 误认为是审判，抓到他逃跑，所以开枪。赶快送医院呐！快救人呐！死了？死了。将所有人都先押回去调查。是。是吧，队长？ 什么？你父亲刚刚给我打来电话，说特务闯进你们家了。你父亲电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强行挂断。我在电话里听见特务们说话的声音。这是李炳玉的策略，一是为自己交差，二是通知你快点走，否则他会带人来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天伯父，请您务必照顾好我父亲。您知道他是无辜的。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您真的以为这个出台了紧急治罪法的政府会有法律的公正？ 兵军校，听说京城作乱党，为民除害大。柳大壮消息够灵通的，见笑见笑。其实呀，那个沈氏妇女啊，她早就有通共之时。 是刘二公子让你来落井下石的吧？哎，这个我们刘二公子说了，如果说能把沈氏企业收购了，将给您分一半的股份啊。他急了点吧？不急了，我们刘二公子为了收购沈氏企业，已经筹划了好几年了。您知道，这沈氏企业和我们大聪在上海可是唯一的竞争对手啊。 如果能把他收购了的话，这前景可是相当的可观喽。股份公司我不懂，我也懒得懂，我只要钱，明白吗？好，我立刻向二公子汇报。通报。啊，对，通报喽。走喽。组长，别动队的人打王门，太狠了，兄弟们都看不下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还不得看吗？ 兄弟们就等一句话，说干就干了他们。谁敢动我，毙了他！出去吧。是。想打死他吗？你不是想他死吗？ 查过了，他的确是一时冲动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待会儿我去审他吧。他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，我相信他早就说过了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告诉你，他要是有什么意外，你们都得陪葬。 可是这也不能再留了。可是你们的组织已经被破坏了，你还能和其他人取得联系吗？我们都是单线联系，何况我也不能再把其他的人牵连进来。我现在是个麻烦人物，是带军的人。有一个地方起码是安全的。我不去。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儿？许丽丽那儿。我不去。 走吧，来接你了。郭子，你路上没遇到麻烦吧？我给了老孙两包烟，到，这就到手了。
后来碰到了谷局长，谷局长那人你还不知道，装糊涂呗。不过他跟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说早点让我把车送回去，晚上有大行动。你还喜欢这个？ 是啊，有空无聊的时候，他能帮助你静下心。你也试试。我没那个心情。李组长，上头要求调查老徐的死。是我打死的。开玩笑。哼，他们不就这么想吗？话不能那么说，李组长。老徐的死总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别抓不到沈曼，就来威胁我。根据可靠线报，你和田基业是朋友、兄弟。沈曼是他未婚妻。沈曼本人不同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个田基业天天泡在女人堆里。抓不到沈曼，上级就不会信任你。兄弟。 都是干这行的，我是不是在吓唬你？你心里有数。嗯。李秉钧明白，不抓住沈曼，自己的确危险。和一群疯子在一起，就只能成为疯子。组长，西溪警察局的孙贵说，郭翔他开着警车，一早就出去了。申请搜查令。 田大法官的家是不能随意而为的，寻找那辆警车的行踪。属下明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要干什么呀？这是搜查令，请配合。搜查令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 知道，所以我们很有礼貌。哎，我们老爷不在家的。哎，田大法官，我听说居然有人签发了搜查令到你们家搜查，谁这么大胆？是我让他们签发的。 这是为什么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们当法官的更要以身作则，协助执法。哦，这么回事儿啊！曼姐，我今天觉得你吧，特漂亮。你的嘴现在学的跟你哥一样甜。哥，是不是？后面有车跟着我们。 可能是同路的吧，咱们是警车啊，谁敢跟啊？郭总，靠边停车。哦。你看，走了。小心点吧，雷秉钧可不会闲着的。开车。好。队长，队长。 田法官很配合，上上下下我都找了一个人都没有。田基业的车在吗？门外。那就对了，在那辆警车上。具体位置你控制了吗？在我的控制之中啊。那你还等什么呀？啊！把这东西签了吧。 签字什么时候都行了，你是在威胁我？我签了可以改的。
我欣赏一下啊！你要等他跑啊！你着什么急？他跑不了的。 局长，小郭子他就是一二百五，他开车技术也不行，他这，但是他不会撞自己兄弟。告诉我撞哪儿了？对，可巧，疼，赶快送医院，救人要紧。这我还没说完呢。赶快送医院，快点啊！小子疼的胡说八道，话不要说那么早。 等事情完事儿之后，那些玩忽职守者都要追究其责任。一定得追究。嗯，那个车是你们局子的吧？是是是。你怎么说的？这个是我们局的办案人员抓到了不法分子，人就在车里。 老谷真是伶牙俐齿，我跟你说，啊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可想好了，这车里这位跟你跟我都有关系，是吧？你看他，磨刀霍霍的，就想拿咱们俩当贡品上供，然后呢，自己升官发财。里边人都出来，被包围了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哎。 郭子，你下车。为什么呀？很明显，这是冲着我们俩来的，你不能白白送死。我不下，我不能苟且偷生。当成三只蝴蝶了，你在这太多余了，下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说，想和我梁山伯与祝英台变成蝴蝶双双飞，说你呀是多余的。鸣枪示警。郭子，下去。 可以进来吗？让他进来。季爷，你怎么找这样的人协助你啊？我怎么了？你太大意，太笨了。尊贵出卖了你。 沈曼是走不了了，那是特别行动队，专门来抓沈曼的。如果继续反抗下去，基本上没意义。不如先退一步，看看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吧。你觉得呢，沈小姐？我同意。季爷，我还没活够，我要活着，还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呢。沈曼，不行。 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！别开枪！
人家开枪，我毙了他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给我们搞的一次狂欢呢。季夜，听我说，我们都是为了民众必须要放弃自我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有牺牲，要有承担。现在你必须听我的。不，什么？李秉钧是在骗你。 他自己非常清楚，他根本控制不住这些别动队的特务。你如果落在他们手里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这么做就是想跟你撇清关系，他是为了自救。郭子，能给我和你哥单独待一分钟的机会吗？让我再霸占他一次。 季夜，好歹我们也是订过娃娃亲的，我可不想白白浪费了这虚名。季夜，你听我说，在我家，我房间的床头柜底下有一个暗格，里面有一封信。你按照信上的地址，可以找到我们在上海的联络人。你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他们，他们也都了解。季夜。 我信你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这辈子有爱自己的父母，有那么多可爱的人民和一个值得我爱的男人，我知足。 我们都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活着的，我们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们要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和快乐去争取，去奋斗。 田季夜要求自己把眼泪咽到肚子里，融成血。我不相信你说那些狗屁谎话，我看不出来，他被逮捕正在移送。我不是说过，难道一定要像在大清押送犯人似的，杀威棒开道，给审慢戴上枷铐，才像逮捕吗？ 我告诉你啊，我怀疑你。怀疑是我们的工作性质，兄弟，我非常支持你，换了我也会那么做，我不介意。那份我签了字的，薛主任的殉职报告呢？哦，对了，应该放在……哦，不用了，我准备重写。哦。
李秉钧知道对方是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怀疑，他清楚地意识到此人活着，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检查一下。停下。天花传染得很厉害的。沈曼，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沈姐当时一直在笑，她还开玩笑，我就想当时都那么紧张了，她还开得了玩笑？现在我是明白了，她当时已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她长得那么漂亮，家境又那么好，她图什么呀？她是为大众而死的。郭子，郭子，我知道你要撞死我，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。顾站长，啊，螳臂挡车，那样有点好。他们为了自保纵容你，老子要出监。你他娘别逼我！把枪给我！把枪给我！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郭子，郭子，我他娘跟你没完！医生说了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我好了弄死你！我身体素质好。郭子，我得等等死你！郭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专门在等你。哎，你不会是想杀我吧？啊，你杀了我，谁替你跟沈曼报仇啊？今晚的庆功宴，你可以做点什么？根据沈曼的临终遗言，田继业在沈曼床头柜暗格中取到了接头地址。至于李秉钧暗示的庆功晚宴，田继业是肯定不会。
会错过的。我说两句啊，各位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，这些天的确辛苦大家了，你们用自己的言行感动了我和我的兄弟们，感动得我们非常想流泪，我们将以你们的行为为榜样，做好分内之事。那么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敬大家一杯。大哥，哎，我能敬队长一杯吗？那当然了，但是大哥在这里的话，你就不能叫我大哥，只能叫我二哥，懂吗？好，要不这样，明亮，我们全体兄弟敬大哥一杯，站起来。好，我敬所有李组长的兄弟们一杯。哎，好，坐。队长，我必须单独敬您一个。哎，长官，不好意思，老大没让你动手，你动什么手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兄弟们接着，我去换身衣服，马上下。我陪你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们接着闹，接着闹，好，闹，来开吃。下秋索。